亲爱的同学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汉语老师 Eva， 我来自中国湖南。我有两年的小学英语教学经验，这也让我非常了解第二语言的学习规律。对待不同年龄段的学生，我会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。在课堂上，我会充当一名教练的角色，我会尽量少说媒介语，鼓励和引导你多说普通话，从而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，把学习变成一件非常轻松和愉快的事情。如果你想了解中国文化、中国旅游、中国美食等等，我们可以边学边了解。总体来说，我们的课堂氛围是非常轻松和愉快的。我是一名非常细心、耐心、有引导力的老师，希望在未来学习汉语的过程中，有我伴您成长。